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助无为中，行有为善，第1466集。我是为智。经文：世诸菩萨从地出矣，各异虚空七宝妙塔，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所。道矣，向二世尊头面礼足，即至诸宝树下，狮子座上，佛所。一阶坐礼，这些菩萨就是从地涌出的菩萨啊。这个算数譬喻所不能知，就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菩萨啊，从地涌出，而且停在虚空中啊，各异虚空啊，因为它是此界虚空中住嘛，就在虚空中啊。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虚空的概念弄懂，待会上来会开示啊。七宝妙塔，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所，为什么在虚空中呢？因为虚空中一样也有多宝佛塔，多宝佛塔也是从地涌出住虚空中，所以这七宝妙塔指的就是多宝佛塔。之前在第十一品这个见宝塔品有提过，那多宝佛现在还在，因为他发誓愿，哪里有说华经他就出现在哪里来做见证，所以多宝如来跟释迦牟尼佛都还在宝塔中，所以他们就在虚空中这些从地涌出的菩萨道矣，向二世尊头面礼足，就是向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来致最敬礼这样。而且除了对二世尊头面礼足之外宝树下狮子座上的这个佛一样也作礼，上说这是礼貌了，礼节。这个宝树下狮子座上的佛就是分身佛，那时候所有的分身佛都会来，还有三遍净土分身佛都会来，非常非常多的分身佛一样作礼，这个礼节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上来的手札：虚与空即无之称，虚无行直，空无障，故名住虚空中。此虚空有体有相，体者平等广周遍，相者随于他物质，而彼此个别异象，无为中，行有为善。今天这个手札很明显在解释什么？解释虚空。有没有不断不断的深入的来解释？我们直接看这个我做的表。左上角提到，你看这个虚与空即无之称。因为虚空虚空这两个都是无啦。虚就是没有形，没有形质没有这个形象这个你也摸不到，对不对？空也都没有障碍空空的这个没有障碍，所以这样的状态叫做虚空所以它住在虚空中。那可是这里提到的虚空有体有相这个体者平等广周遍，这很妙的，待会上来后面会讲就是说虚空，对它是无障无碍无形嘛，对不对？可这里为什么变成有体有相呢？就是说虚空有时候你如果虚空中有物质一个空间好了，你空间有你放的桌子椅子床或是什么我们就会说这空间好大是不是有体有相，你看到这空间哇很大，或空间好窄怎么这么小这样等等。所以这个那这里这个虚空它原始的虚空就是平等广周遍它是遍满虚空这个非常非常广大的。相呢就随于他物质，你看在宇宙当中，你看有地球月球九大行星有吗太阳系还有其他的系这样。所以如果因为有这些物质存在就有这个相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虚空有这么多这么多，对不对？所以这些彼此个别异象，各种各种，小到一个空间，大到一个宇宙等等，都有这些别异象那今天最重要应该是最后一句吧，无为中，行有为善所以无为法有为法之前讲过了这个空本来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空可是要真空妙有，上来今天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棒的，他说空的尽头真空的尽头就是妙有所以在空无为中你要行有为善这个这是今天的核心
这一句，其实这就是真空妙有的状态，也是这个菩萨道的一种精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大家把虚空弄懂了就 OK 了。那我们来看上人这边结语的时候，他提到这个，这就表示心地，我们真正真真正正心地永远永远都能够容纳很多无量数，因为释迦牟尼佛分身佛都召集回来叫做万法。其实这个心地像那个在建宝塔品不是三遍净土，把秽土变为净土，就是你这个心量不断不断开阔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心地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清净，全部都要清净，这样全部要非常开阔又非常清净，这样就对了。这样这种无量的法，恒河沙的法，有没有？之前不是可以度这个降六万恒河沙眷属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么多这么多广大的然后无量无边算数譬喻所不能知这样，所以全部道理都归回来，无量无边，那归于一，归于什么？归于一念心归于真如本性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家要很用心，用心去思考，才有办法体会本和机如何来汇合。像今天讲到这里，你看，就本这个真如本性是本，其实多宝佛也代表本，我们的真如本性本机呢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他示现的部分，带领我们做的部分，这有为法的部分就是机，要如何来汇合？上人说要好好去思考，思考，我思考的答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右下角这边释迦如来以神力三遍秽土为净土，因为上人有提醒我们说，你要华经是一贯的，整个是贯穿的，你要回去看现在 分品只是后人就分品，像 在第十一品那边见宝塔品对不对？三遍秽土为净土，你要，所以今天的 key 本根基要汇合，第一个要三遍秽土为净土，就是要你的心要扩大要清净那再来就是无为中行有为善，无为中行有为善就是有这个法代表，你有这个法，第一个有这个法它才能够变秽土为净土之前有讲过其实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去除无明去除无明烦恼这些都是去除秽土的过程那你心量不断不断的开阔，开阔到后来变什么？就是空啊，虚空无边啊，就这样。好，所以今天重点是把体会到虚空原来虚空讲的就是我们的心地这样。但是这个本根基还要来汇合，所以为什么多宝佛还在？多宝佛还在，就是要见证要说明这个道理在这里好，来看今日文法心得，真空，空就是要空的透彻。要真空，空的尽头那就是妙有我今天听到这句就觉得很妙原来如此因为之前也 没用心听没有把这句记起来，我现在记起来了真空妙有我们常常讲这个其实以前有为法无为法以前大概七年前吧，我也都还不是很了解那真空妙有也大家也都会讲可是竟然忘了说上人又 开始这一句空的尽头就是妙有这个就很妙的，大家自己去用心体会这个你的心量这样你就是得这样的法智慧，就是到这里。所以心量要不断的扩大，所以为什么分身佛回来那么多分身佛一遍再遍三遍净土，这样待会后面有三遍净土，那个过程就是打开心门，开阔心量，有没有？佛陀教育我们就是要打开心门，开阔我们的心量为自己那你也要去容纳别人，这些都是道理烦恼无明都断除了，一切障碍全都没有了这个烦恼除灭就是空，所以空的过程就是这个部分所以这是到虚空的状态你才可以见到真如本性这个部分好，来看上来的开示，大家要多用心来体会虚虚，你看虚弱虚空空的虚空或虚弱空无一物虚就是无形这个无物那空呢就没有障碍，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房间是空的没有障碍
或这里这条路是空的，马路空空的，没有车等等，没有障碍。那所以这是从字面去了解，可是上人就从这里就转了，就是真空，空要空的透彻，透彻就是真空，真正的真空它尽头会碰到妙有，这个是一体的，这很有趣。那此虚空有体有相，有体有相在这里为什么讲有体有相，就让你去体会，因为你真空跟妙有，它你看真空的空的尽头是妙有啊，那这个体相，因为在过程当中会有体相出现，上来会跟我们讲，我刚才前面有讲了，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有这些物质存在，本来先讲体，上来先讲体是什么，相是什么，体者平等广州片，相者随于他物质，对不对？讲这随于他物质就容易懂了，就是说刚才我讲啊，你一个房间如果你觉得哇怎么这么小，这个这床都摆不下去啊，这样比如说这样，或者哇这床间床怎么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大，哇100平啊，100平是一个房子啊，好，那这个或是更大啊，那宇宙就更大了啊，宇宙因为你发现它可以容纳哇太阳系啊，这些 星球啊，星云啊，星系啊，等等，这些相它其实是有相，因为有这个些物质你才会知道感受到它大或小，所以上人不是说你看就是小就是小、那大的就是再大，因为有这些物质你才感受到它的大小，要不然虚空你是感受不到的，这样。那拉回来法的部分，其实这些空在讲什么，就在讲我们的心，心量，心量的大小，心量的空间，所以这个虚空就在讲心量空间。那像声闻，声闻独善其身，好，你的心量空间就这样，你为自己啊，那就自己一个 大小。可是如果 你如果不愿意开阔，到大空间去投入，那你就是这样。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的心量，那你心门要打开，对不对？心门打开，好，就可以容纳更多，这样。那你不打开，智慧就到这里，好，你心量就到这里。所以佛陀教我们的是什么？打开心门，开阔心量，好，那为自己，也为别人，可以容纳别人，真正的道理就在这里。那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有一个相，这个相的存在，这个那相是 随着物质而存在的，所以 有这些物质才有相啊，没有物质就没有体相啊，这个它本来就是空的啊，所以我们会感受到有体相是因为有物质的存在，有这个过程，所以为什么真空妙有它是一起的，这样。所以 虚与空、就是无啦，无挂碍，无障碍，当我们把烦恼无明都断除了，这些就变成空了，如果还有的时候就会有体性，如果都没有了就没体性了，这样。那有物有执，的时候我们真如本性也看不到啊，摸不，对不对？看不到摸不到，那这个那时候这个你就找不到，那这个可是如果当你体会到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无量无相无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心，原来有这样一个状态存在，虚无形直空无障，这样就没有障碍，这样这时候就见到了什么，见到了这个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的心地啊，上来说心地就是无体相的，心地是无体相，对啊，这个是诸法性空的本质在这里，所以今天最要理解的就是这个部分虚空，这是一个譬喻啦，上来说这是一个譬喻，这是我们的根本，就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因为他们说从地涌出嘛，住虚空中，这样，那其实这个心地本来是无体相的，那因为有这个有物质才会有出现体相。上来就继续讲啊，就是说比如说人家常说心地善良啊，你这人心地很善良，上来是行为啊，可是心地在哪里呢？心地只是一个形容词啊，对不对？你也摸不到看不到，行为呢也是一个形容，这样，因为你有一些行为人家才感受得到，对不对？那你背后那个心地看不到摸不到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体相是一种表达，这个
有体相的时候其实有障碍有限量的，但无体相、哦、才是一个根本、哦、这样。那上来就举物质、人的寿命跟物质的寿命、哦、来做例子。像人我们的身体是有寿命的、哦、有身体的时候、哦、对不对，这里有感受到我们有个身体啊，哦、有个身为载道器嘛、哦、好，这是一个、哦啊、如果 这时候就感受到体相。可是物质也是一样，它这个跟物质它也会有沉住坏空也有坏掉的时候。上来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他举到高雄的三剑客、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啊、这个去、啊、因为在马来西亚、啊、有这个收容一些国际的难民的儿童、啊、去协助他们、啊、跟其他的 NGO 合作等等，结果他们去看看的时候刚好坐坏了一张椅子、啊、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因为那个地方、啊、可能这个物质比较缺乏、啊、这个然后这个塑胶椅很久了、啊、结果我们一位师兄一坐就把它坐坏了、啊、上来就举这个做例子，因为大家印象就比较深刻，一点呼吸啊，就是因为塑胶到后来会脆化会硬化、啊、就会坏掉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物质、啊、会有这种旧的啦，这个体质就败坏了、啊、那 就一做呢就坏掉了、啊、就坏掉沉住坏空嘛、啊、东西沉但是过一段时间给人家用，它又在时间一直久一直久就会腐化、啊、一个因缘来它就报销了就空了就没有了、啊、就要把它丢掉了、啊、拿去丢掉、啊、等等 或是回收、啊、所以物体是这样、啊、人的寿命也是这样，人的寿命对不对，这个人体身体最后会死掉、啊、死掉是不是，你在的时候就有个相、啊、有个身体、啊啊、有这个你的这个你有身高啊体重啊等等啊一个身体，可最后呢这个身体最后也是 会死掉，尘归尘土归土是不是这样、啊啊、但是只要有体相存在的时候都是 有限碍的、啊、有障碍 有这个局限、啊、这样、啊、就没办法永恒。真正永恒的是什么，是正度本性，正度本性就是它是无体的无形的、哦、这样这是无量的、哦、这是一个永恒的道理、哦、上次讲了讲这么多例子就是要体会、哦、原来像人的寿命、哦、是有限的，是 有体相的，这物质也是有体相的，只有什么正度本性是无体无形、哦、是永恒的。好，来看昨天的文，况复单己乐远离行，如是等彼无量无边，算数譬喻所不能知、啊、这昨天的文。来看今天的文、啊、世诸菩萨从地出矣，各异虚空七宝妙塔，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所。来看解释、啊、世诸菩萨从地出矣、啊、从下方中地裂涌出矣，菩萨所住处非住彼亦非住此、啊、这之前有讲过，那住哪里，就住中道嘛、啊、这个出此不住上、啊、亦不住下，进住中道、啊、中道就是住在中道中，各异虚空七宝妙塔，多宝佛塔住在空中，菩萨远来遇见佛故，皆异虚空七宝塔所、啊、所以这七宝妙塔就指多宝佛塔、啊、这样多宝佛塔也一样、啊、住在空中、啊、这样那些从地涌出的菩萨一样、啊、他们要见佛嘛，因为这个上人最后不讲了那个基跟本要汇合、啊、这个所以这个过程是这个，那先要有理、啊、先这个、啊、头面礼足 啊这样做礼这样。多宝如来释迦牟尼佛所、啊、释迦如来与多宝如来是多宝塔中之二佛、啊、就是见二世尊，所以这二世尊就是两尊佛、哦、他们 两尊佛都还在多宝佛塔中。见宝塔品云，尔时佛告大妖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来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而称其世界国民宝境、啊、其实这一段、啊、上人叫我们去复习去回忆、啊、这个其实就在讲我们的这个、啊、自信、啊、这个多宝佛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的这个自性本性、啊、这样
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经处，我知塔庙未听是经故，永出其前未作证明，赞言善哉。所以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复习这个见宝塔品以外，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多宝佛很重要的一个是大誓愿。因为待会上来还会讲，就是说你看这是见宝塔品第十一嘛，安乐行品第十四，是不是身口意誓愿是安乐行？所以多宝佛行菩萨道时他有做大誓愿啊，那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的这个我们要跟佛一样的心啊。刚才我们讲怎么样本跟基跟本才会汇合啊，你要这个啊，这个在无为中啊，要行有为善啊，然后要这个国土要清净，三片秽土为净土，另外你要发大誓愿等等，所以这些过程啊，就是答案。上人今天开示的就是说，你有这些依教奉行啊，这些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这些过程啊，从这个见宝塔品也好啦，安乐行品也好，到现在重定永出品也好啊，这边这些都是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基跟本啊汇合的一个过程。我知塔庙未听是经故，永现其前未作证明啊，赞言善哉啊，这是之前的文。释迦如来以神力三遍秽土而为净土啊，初遍娑婆一世界，次遍二百万亿那由他之国，后更遍二百万亿那由他之国为净土啊。这三遍净土很重要啊，这个你看一开始只有娑婆世界啊，后来哇两百万亿那由他之国这么多哎，后来再加两百万亿那由他之国啊，这样，所以这就是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啊，这样，这个也是基跟本会汇合的一个关键啊。我今天有最少感受到三个关键吧，一个在无为中行有为善，一个是啊三遍秽土为净土的这个啊，让你的国土清净啊，因为再来就是这个啊，刚才发大誓愿啊，这样子啊。那这里是对三遍净土的开示啊，所以三遍净土其实就是这个境界表示什么？以前呢、啊，人人都是声闻啊，只是小圣啊，那声闻或缘觉都是独善其身啊。那佛陀一直讲，一直讲，开示这个大法，讲到大家都了解了，就是说大家要发大心啊，发大心来庄严这个大道场啊，所以才会你看这个净土啊，这个除了娑婆世界以外，哇，有这么多这个二百这边二百万亿那有他之国，有没有看到？都变成净土了，这样，所以三遍净土啊。上人说这个在见宝塔品啊有开示过，所以大家用心去体会啊。好，再来看啊接下来的文，道以向二世尊头面礼足，即至宝树下狮子座上佛所，一皆作礼。来看解释啊，道以向二世尊头面礼足，诸菩萨道以即身心恭敬向二世尊作礼啊。所以这是用很恭敬的心啊来作礼，即至珠宝树下狮子座上佛所，一皆作礼啊，以次寻礼，即礼多宝施迦啊复向各分身佛绕行礼赞啊，显佛众礼，礼教形体具足。所以先跟啊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作礼，后来这个对分身佛啊一样。都一样是礼赞，一样 来这个作礼啊，这样表示礼教跟形体都具足了。那这上人的开示啊，上人说《华经》它是一个连贯，我之前也讲过，这个经都是连贯的啊。那只是后来啊，这个后来的这个高僧大德啊，就把它分品啊，分品。那品名有些不同的，还分成不同的名字啊。好，那现在我们有通行的这个比较流行的版本等等，分不同的品，这样。所以我们要记忆，要回忆，这样。现在已经讲到第十五品重定永出品，那第十一品的见宝塔品，其实从见宝塔品开始就是叫有人把它分为叫虚空会的，像华会有两段，一段在灵鹫山，在地面的，后来到了见宝塔品开始就住在虚空中，对不对？
变虚空会，也能把这一段一直到多宝活返回本土这个都是虚空会，现在虚空会还没有结束这样。所以这个道场就是表达出什么，我们的心地的庄严。那释迦牟尼佛讲法，讲法经，讲这个大法菩萨法，多宝佛来见证啊。那多宝佛这是他的心愿嘛，因为他有发这样的弘誓愿，所以他要身体力行啊， 要做啊，要来见证。那安乐行品第十四教我们四行啊，四安乐行，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四愿安乐行。所以四愿是很重要的啊，身口意啊，你有去行这个有为法之外，还要回归到无为法啊。所以上人说身口意啊，这边是有为法，就透过我们的身口意去做。最后呢，回归到无为法，因为我们有个愿呐，这个弘誓愿啊，你看这弘誓愿愿。这个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愿也是一个无空空相的概念啊，所以这也是无为法啊，所以回归到真如本性这样，所以这个很特别，大家要用心感受啊。好，那再来看这个这边哈，就像多宝佛一样，虽然释迦佛显迹人间，多宝佛他已经成佛那么久了啊，但是还是他的愿力啊，一样要再来说破啊。而且他的宝塔一起来来发出声音来见证再从地涌出，这是多宝佛他的愿力，他的誓愿是这样。这表示什么？心地，心地。你看多宝佛，我刚才讲多宝佛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这个本这个真正的我们的本性的心地，我们真正心地永远永远都能够这个容纳很多无量数的这个这些法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把这个分身佛都招回来，是万法嘛，这种无量的法，恒河沙很多很多法，像之前讲的这个降六万恒河沙眷属，有没有？这也都是很多很多的法，代表很多这个无量的法，恒河沙的法全部都给他这些道理都归纳回来这样无量无边最后归一归一，一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这个本这就大家要很用心的用心去思考，才有办法体会本根基要如何来汇合，这上人最后提醒我们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都很了解的话就可以体会，所以要多用心。感谢大家，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